好，各位观众大家好，我们是微微星星世界。你为什么分四个？那个是王叶人你用的。好，我们要先来玩心脏病，好不好？镜头在那里要看。弟弟先嗨，嗨。这是谁？嗨。为观众看一下牌哦。去一个小小的地方。他玩的是换我啊，你怎么直接到你？没关系啊。没，你是在是这样。好了，来，我们来啊。不行看牌。阮伟以前不行看自己的牌哦。阮伟以前，我大班，不要再聊这个，大班的快，我大班的赶阮伟还说要看牌，看牌要怎么玩？你讲，赶快，不然你不要玩。来拿出自己的地，拿出自己的地方。来，你先在，我先在，你先，好吗？不要，我说规则，两个人一样就按下去，不要三个，三个人太难了。两个人一样就打下去。来，没关系，看谁最快啦。在下面的就是那个赢家。两张一样的就好了。来，游戏规则你们都知道了吧？知道。就是，等一下如果等一下有一个人翻牌，翻到比如说他口中会念出一二三四，如果到十的时候。没有的话，还是再从一开始啊。那十张就还是放在中间哦。没有人拿走。好，正式开始。来，王叶人，谁先？来，罗王勋先，可以吗？罗王勋先，再来我，是你最后一个。要翻出来那个数字吗？对啦，就跟昨天我们晚上。将军，翻开。OK。可以没有，换你。二，你要念二，换我。就一吧，你看。三，没有。换你。四，换你。四，已经换你了。好，全部都给你。我没发现。换你。四啊。一哦。一。二。三。这种。四五六，我先的。来剪刀石头布，没关系，剪刀石头布。这一局一定你赢的。对呀，快点再来。十一，二，你不可以动了，四，
们要玩完。一啊，那我要说一啊，换你。不要，你一啊，一二三啊。一，二。啊！赢的，我的。赢的一定是他获得。来再来。换我。然后你，一，二，的局。七牌，我只有得六。哎，是我。你们两个在玩吗？我弃牌。换你。你真的不会玩捡红点哦？那我等一下教你玩，可以吗？九，我教他。十，一大一。哎，十对，这个是十，这个是十。等一下。我回的，对啊。等一下。十啊。哎 ，Q 是十。好，是十一哟。来，你们这里拿，一人都两张，赢的拿走这一张。剪刀布，剪刀石头布。剪刀石头布，你们两个都有多少？剪刀。好了。